哎，我来讲哈，那台湾人哈，你们来了之后，下一个就是上高级班，再来就接受点招，就是民政府的官员。所以，咱从现在就开始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哦，会有严格要求是必然的。啊，不，台湾人怎么相信说你们要来执政？对咱家己做起，哦，穿有穿的样子，坐有坐的样子，徛有徛的款，哦，坐有坐。吃饭有吃饭的样子，我们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做起，包括以后上课，你如果到那个我们现在那个参议员、众议员、内阁阁员的时候就没有这样子哦，全部穿西装打领带，时间到就是坐起哦。我们现在是初级班，我没有这样要求，但是渐渐咱的愈来愈严嘛，哦，都要有特殊啊。台湾人过去无去用教过这款物件，咱豆豆咱渐渐嘛，哦，会要求很严格啊。上课手机全部关机，就在日本无看到这款呢，很奇怪呢。我一准去古尼去日本开会哦，哎，后来到了，请赶快就坐，坐下来。哎，因为我要上课了，而且我已经站这边很久了。来，尽量哈，尽快就坐。当然有很多习惯都要改了哦，比如说公私不分呐，哦，什么是公的领域，什么是私的领域，要分得清楚，这叫公的领域，私的领域另当，哦。啊，分得清楚，好吗？来，有什么事吗？来，我在上课，那我们就专心听哈。来，继续下一章，回到原点。所以，今嘛哈，法律是到目前为止各国愿意为了结束战争而改，以国际法来解决纷争，这唯一保护咱台湾人。下一个，哦，来下一个，这个大家没有听过哦，你们仔细听哦，跟你有关系哦。西班牙国家法院19号。根据普遍管辖权原则，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5名中国前任高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这个5个人涉嫌对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等罪行，这将使得江泽民等人若走访国外，可能遭到逮捕。中国官员则强硬回呛：“哪个国家受理此事，将是自取其辱，有胆就买。”这句话怪怪啊，你有干嘛？一个大国，那我就跟好像输了的公会，给我们警察抓到啊，讲后大你搞的啊，没有一个大国啊。那我问你，反过来，西班牙是一个大国吗？不是吧？不是吧？那为什么敢对这种大国呛下？讲我被抓的总理，有一个原因，他真的是犯了这个罪行，对不对？事实嘛。啊，第二个呢？为什么中国照例公？中国应该讲，我给你制裁，你在对干对话呢，对吧？中国应该制裁嘛，以后什么商品禁运啊、车关税啦、给你缓嘛，为什么不敢？有没有人知道原因？西班牙是什么？是欧盟的一份子嘛？啊，你去惹到西班牙，不是说惹全部欧盟吗？啊，西班牙通过法律，其他欧盟都会遵守啊。所以，一个出访国外的危险吗？干不起。那他做的是不是的确是不是做这种事情？没有错哦。我跟你讲哦，台湾人要知道一件事情哦。过去台湾人的老母对台湾人讲，卖嫁外省人哦，卖娶外省人哦，对不？无迄款外省人，中国人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战败嘛，从一个即将被灭掉的人嘴巴讲出的话，是台湾的母亲对台湾人最后的诉求，最卑微的诉求哦。你知影中国人即阵啊来，该南阿派无台湾人啊？你知影？所以你卖菜卖给是最最最卑微的诉求呢，不是种族歧视。我来讲，你会当嫁美国人、嫁欧洲人、嫁日本人、嫁韩国人，还是嫁什么非洲人都 OK 哦。我不是种族歧视哦，因为这些国家对你这块土地没有土地的野心呐，无土地野心呐，只有偏偏的是中国人对你有土地野心，要给你夹起来啦。台湾卖假搞，讲啊，大家都族群融合，无得融合哟。伊起码是要甲你加起来哦，大量人口进来。我讲基本上免屠杀人种啊，像中国对西藏都是啊，大量的中国人就记得，好啊，弄难吗？人家你要认同什么？你那老爸老母有一个是中国人，就那边认同谁？你 confuse 了，你混淆你的认同了嘞，你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还够想我讲你中国人嘞？今天半双都是安尼啊。我跟你讲，民政府执政之后，你要认见清楚，你要认谁哦？你要认中国，你就去中国哦；你认台湾，你就要认台湾哦。对半双来讲是安尼哦，但是对咱来讲很清楚啊。为什么会讲那句话？我跟你讲，公开拍电话，你中国吼，
连那个熊猫都知道要绝种了，你都会去保育，对不？我给笑个没戏，讲哦，熊猫存活，我跟你讲，问中国用全国之力来让它再繁衍啊，西藏人你怎么不去保护啊？你为什么把它灭掉？我觉得西藏人是稀有的啊，现在已经变稀有的啊，你中国那里在对自己的人种啊，那给它灭掉，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这违反人类的人性啊！嘞，大过台，过个吓惊，该言一言。这东西台湾现在经历到的事情呢，让贵体也经历到这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吗？你的种族被 M174 后代要被灭掉，不知道吗？阿哥想讲在是中国人哦，来下一张，有啊，这个哈、哦，在1951年的时候通过的，其中他是讲说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就是种族屠杀，里面有一条 forcibly transfer children of the group to another group， 哎，把你的小孩子送给对方受教育就是。但基本上不是，你现在受到教育就是中国人给你的教育啊，强迫我们的小孩子接受中国教育都是啊，就是种族屠杀一种啊，让你混淆你的认同啊，这都是耶呢。那贵姐，你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严重吗？当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被种族灭绝了、啊，你认同没有了、啊。啊、你起码很细没够上帝那去受教育，而且还给他补习，尽量去考，去背中文。那不是我们语言的。你搞我见面，你别再改我的语言；你搞我见面，别再改我的国籍；你搞我见面，你别再叫我去做兵；你搞我见面，你别再改我的护照，叫我铁定的护照、铁定的身份证。你改我的语言，改我的认同，弄搞改啊呢？现在已经没有台湾人了。你铁中华民国护照，弄不起台湾人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种族屠杀、啊！当然，我一抬料料去啊，满面抬，因为他还继续利用你，把你当作资源回收人来回收。啊，台湾人说我们在，啊，假搞啊，种族啊，族群融合啦，我们现在是新的台湾呢、啊，笑哎、欸，今天还可怜的一代台湾人，现在知道吗？要看得懂啊，什么叫种族屠杀？为什么要让你读这个？就是让你知道嘛，这是国际通过的法案，这个是犹太人在600万被灭掉的时候，他们开始警觉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哎、欸。在做这根代志呢，啊，大郎说应该怎么可以不知道？下一个，你要占领，我们要按照战争法来进行，不可以挥挥乱走哦，不要夹带着什么在做的。啊，过去台湾人讲啊，假搞台湾人说我是台湾人买中，还是黄朝琴呢、啊？所以比如说你中国人哦，好，把你当中国人来处理，都、就是今麦今天的结果嘛。那个讲真侪代志啊，哈。那个台湾人讲真济，但是大部分人的回应是 ignore 忽略、啊、要不然就是忽视啊，卖公要这啦。为什么？大部分人用资源回收人，今天咱是这来对5%这个 elite 精英跟会行动的人，你也听到这些消息，来个加上课，已经是属于那个 top percent 哦，精英呢会有回应哦，已经不是这样子了啊。哦资源回收人个性就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啊，押韵啊，可以下一个。但是不要紧，那不是比人多，在国民党的历史里面的系统玩游戏规则里面是比人多，那不是、啊、决定性影响的人就好了，知道清楚，站在法理上的人，啊，不然你50万人抗议靠抓，不靠抓啦，100万人嘛不好啦。我昨天有人传一个简讯的，哎，别去福马去顶两个，我有学生事嘛，他、啊、就寄一些影片。哦，这个算了，有100多万人哦。我刚拍摄马英九600多万投票当选，啊，你我你别给我把半蓝把它推翻掉哟，不是嘛？不是在玩人数的游戏，在人数里面你都能被掉了啦，你一定输了啦。我们只是在法理这个场域里面，我们赢了就够了，都足够了 ，Jubilees。啊，现在哈、哦，有些台湾人都真爱跟我压高车的，讲什么话？哎呀，徐老师，你讲那么多没有用了。我这辈子追求的是自由、幸福、快乐，有什么错吗？我这辈子追求的是自由、幸福、快乐。哎，他讲这句话对不对？对的，举手。错了，自由、幸福、快乐是副产品，不是你应该追求的。你可能一下子想不过来。我公姐告诉我一天，今天如果一个医生，他说追求。钱是我的目标，因为医生你敢去看无？不敢嘛，
盖以后，我来过过来盖，是不会把你医死，把你医好，但是要花很多次，因为他追求赚钱为目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有医生，他说我以治疗病人给他最好的服务为目的的时候，因为这样子来的病人很多，因为他医术很好，来的病人很多，所以他赚很多钱，这样对不对？合理嘛？因为你目标对，你接下去后续的东西都是对的嘛。因为得到这个目要的东西的这个过程是对的嘛。你当初的一开始的那立场是对的，所以接下去就对的。你不可以把最后这个东西副产品当做主要目标来追求。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东西台湾人的问题。这东西有没有用？他不管对不对，所以说话几个弄了去有用啊！你嘛吃嘛欢喜，要我赚嘛赚着钱，出不出来你去死？就台湾人啊，现在就是做这种事情啊！我只管这个事情有没有用，我可不可以做到得到好处？我不去管这个过程是怎么来的呢？有用啊，就是追求自由、幸福、快乐啊！啊，一个女生哦，我看到这些男生看不错，好像可以给我带来自由、幸福、快乐，我就跟他结了婚以后，发现他不能给我自由、幸福、快乐，所以我再换一个。哦，这个又不行，再换一个。啊，你干嘛丢？不是呢，婚姻是什么？是两个人互相爱对方，愿意为这个付出代价，两个人胼手知足，建立一个家庭嘛，对不对？啊、爸爸做爸爸该做的事，妈妈做妈妈该做的事，小孩子好好念书，到晚上的时候回到家，妈妈煮一顿丰盛的晚餐，大家一起，在餐桌上吃饭，享受自由、幸福、快乐的感觉嘛。啊，那丢啊嘛，因为你目标设对了嘛，啊，接下去的享受才是对的嘛，一样嘛。性也是一个副产品啊，你不可能把结婚把性当作目标啊来结婚啊，那颠倒了吧？你是结婚啊，性只是一小部分啊，你不要扭曲了嘛，不要轻重全部乱掉嘛，那基本上世界就是这种乱意了嘛。你追求那个副产品，不是在追求主要的东西，你主要不一定设定对，顺那东西随伴随而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人家追求副产品可以得到快真正的自由幸福快乐啊，不然你想紧啊，我改一个什么给你自由幸福快乐最快了？嗑药嘛，啊，你就嗑药就有了啊，接下去几个小时你就自由、幸福、快乐了，不是吗？啊，就达到目标了啊，啊，那有没有可以走？方法不对嘛，所以我来讲要照顺序来。啊，台湾人就以为说啊，自由、幸福、快乐，我今晚哦住地堡开跑车，兰博基尼，这样就好了吗？啊，何必追求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来讲下一章。就这个啊，你的自由你可以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但是都是奴隶啦。你的自由幸福快乐是奴隶的自由幸福快乐啦。为什么这个啊？你不是几十万人上街干我看抓，你怎么去？是人家定你游戏规则，不是你去定人家游戏规则，你改变不了什么啊。人家说就是当你投资啊，再怎么傻人家就是总统啊，就不是你啊，游戏规则不会改啊。所以秘书长讲给他，这条九条更一样嘛，让做你起底嘛，让做你总统，就这样子嘛。因为他是统治阶层，你是被统治者，你是奴隶嘛。你看他自由、幸福、快乐都是在这个阶层，你脸上、你的子子孙孙上面都写着“奴隶”两个字啊。你岂不怀疑一下？你晓白一下，对不对？我住地堡，豪宅是安怎？奴隶啊！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叫奴隶嘛？你怀疑一下。所以你把那个当作你主要目标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啊，就会形成这种状态啊，很快乐的奴隶啊。所以咱后来看这不对，咱去告这顶管了呀。美国领导叫这顶人给我管，把他移走嘛。你要亲自来占领我们嘛？你不可以用这种违法的手段，透过中间这一层来恶搞的嘛？你按照战争法来对付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承认我们战败啊，可是你要按照规矩来占领我们呢、啊？是安内啦，才有今天呐、啊。啊，台湾人搞不清楚状况啊！把你企鹅把资源回收人，只要又是回到那句啊，吃饭睡觉唱歌跳买东东啊，啊都是安尼啊，村人都没被惯啊，就是这群人的写照，这群人的写照。下一张。所以啊，你在其他方面或许很先进，可是，在其他方面都退到这边。你的宗教的概念、你的文化、你的什么都能弄很原始啊，因为他不希望因为。资源回收人的训练不是这样的，他是要你这一块，其他方面不用过来。所以像金马哥姐，好像黑暗时期的宗教方式，去拜一关好兄弟啊，好好笑。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去软体科学园区当工，那个徐顾问，你要来参加我们这个？我说为什么要参加？你们在拜什么东西？拜好兄弟啊，这些归爷来啊，你来做这些。我说我没有在搞这一套的。他在问影响我们，我说
试试看，我不去就不去啊，看会怎么样？给各位恭喜喝水喝水啊！不是嘛？你怎么会被套牢在这种系统里面呢？你已经受到最先进的，所以真理让你自由。真正有真理，你头脑清楚，你哪去惊这块物件？啊，美国人无得做这，不是过得好，还是世界强国？反而你在落后、给人家欺负的国家，特别相信这种东西。美国人无该生气头的啊！大量的军队进来，就是照规矩来啊，照法律来啊。宗教信仰搞清楚，来下一个。好啦，这样讲这个又复杂，我们的时间不够。来下一个，我们今天不得，这到高级班我再讲好了，再讲再走，再走，我直接讲日本好了哈。所以今天好，回到刚刚那个时间，我今天跟您讲，因为时间点上拉长你们的史观，拉长了，给我等，在空间上用不同观点跟你讲，在 M17 的生存角度来决定观察角度，海岛立场看台湾历史节嘛哈。来下一张，好，这时间你看，咱几啊万年，6万年前开始。台湾啊，荷兰人、西班牙1624、1683啊，这是所谓的大清帝国，其实都要建起来，东尼王国、啊、大日本帝国。来下一张，哦，再下一张。以前让救兰给3年1小反，5年1大反啊、哦。下一张，啊，另外右半边是不是？这是清朝时候的地图啊，大清帝国，我们来讲新朝了。大清，哎，你要讲清朝，你有变中国人去。大清帝国时候的地图，右半边不是它不能画嘛？然后是所谓的明郑时期，郑成功占台湾。他的势力范围就这么一点，台南外面而已。你看，有的人眉毛翘起来，我看这是事实。你们去上网去查啦，这资料太清楚。他就这么一个，我跟你讲啊，看数字嘛，数字会说话嘛。你功力降台湾，请问您当年的预算军费用多少？你发的饷有多少？你派了多少个人？你在哪里设了什么点？你的开销多少？你的预算是什么？你从清廷拨了多少钱来占台湾？好笑嘛？哎，做警察提出来，你到时候证明啊。证明是什么？只有这么大，可是你的历史课本给你下去倒堆嘛？你以为哦，郑成功好伟大，我要占台湾，给沟通不行，我就把它图找出来给你看，就这么大 啊这边是荷兰人势力范围，大都王国西班牙范围啊，占什么台湾？来下一张啊，那时候的地图法国人画的啊，来下一个，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了，来下走，好，现在进入大日本帝国来。过去哦，咱欠的这块哦，我慢慢给你们补充下去。哎呦，我怎么少掉一张图？哎，怎么少掉一个桂太郎的照片？好，没关系哈。来，第一代总督明治20，你们当中如果学术行政管理的人哈，你要看他日本一个帝国进来是做了什么事情啊？明政转军，军政转明政，领台善后，租税减免预告，地方官制委任立法制度确立，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创始，司法制度确立，地方法院、附审法院、高等法院、警察制度、理犯制度，医院设置阿片制度、教育制度，邮便电信实施，定期航路开始，度量衡改正，财经金融制度，旧税制改正，大阪中立银行进出，这是第一代总督1895年做的事情。第二代总督桂太郎，临时法院台湾地租。规则实施，政治犯临时法院，公益制度创始，国语学校预备。第三代总督乃木希典，三段警备法，阿片禁现金制度，阿片专卖，阿片就是鸦片的啊。他渐渐让台湾人革除掉大清帝国改了改坏习惯啊。教育伸张制度，但嘞，第四代总督1898年，明治31年，儿玉元太郎，他那时候叫朱耀喜的后藤新平也走的，后藤新平就小张那个哈。而元太人就上面那个将军哈，警察及司狱官养成机关，保甲制度实施，土地水利事业，地级调查，大小驻权地方规制制定，基隆及高雄港工程开始主港，全岛铁路设置哈，每医院要十几间哈啊，所以有医院就要什么医学校就要出来了嘛，医学院都出来哈，台湾银行创立，财政20年计划，以后就是要独立，在明治38年要完成财政完全独立，基本上靠几不厉害几哈。离灾救助基金、祭祀工业、残族废纸拔开啦，大清帝国绑脚哈，糖业政策哒哒哒哒，一直看下去。下一张，很简单嘛，我都要讲跨硕级。那时候大日本帝国要通过议会要通过预算拨到台湾来做建设，我这1亿2000万黑准呢哈，日本的钱都要拨过来，多少拨到军费，这都有的啦哈，你们上网去查都有啊。来下一个，因为日本人做事情这么仔细，帝国做事情每个事情，讲到这个哈。我们刚才回到那个，先不用回图片。那时候，立德公、郑成功给习一准逮完，有一个叫做热遮拦日记哈，就是，哈、
热兰遮日记还是什么哈，他就是西班牙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在台湾驻的那些商务代表，做对台湾所有的细节都做了记录，说每年都要报告回去的啦，不像台湾找不到记录啊，你哪有记录，人家连一个公司里面对台湾的币归金几斤瓦贼钱盐有多少都有做完全记录哈。昭和明治三九1905年第五代总督左久谦左马太，农会设立内地人，好农业移民开始，台北市街道下水道哦，最终下水道有分的哈，今早的会中国一个他们在这下面讲，纵贯线全通哦，1906年纵贯线就全通，所以后来天皇王储来的时候就是坐这个纵贯线，每一站就是停哈，中央研究院开设，化学部、卫生部这些哈。大正四年第六代总督，大正七年明时兵纠哈，到时候你们在听秘书长讲的，跟台湾这件事情有很大关系哈。能够见到天皇也是透过明时的后代哈，在台湾的哈。田间治郎这个也影响很大，那时候台湾跟日本内地化，黑饼叫做内地，我们叫做红多进本岛人哈，那边那里内地是日本哈，不要弄错了哈。一视同仁同化政策，捏地延长主义哈。地方自治建立，那时候皇太子殿下台湾行来台湾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些台湾人哈，所谓的抗日分子，他们当英雄，我们当中来闹哎哈，他们就写信说哦，台湾就乱，你卖来，结果这个田间治郎就恢复给天皇一封信，下一章，哦，他说台湾思想之恶化，盖系在东京学生辈在台不过数人，特丹在多少请社会主义之耳，未到危险之程度，应得阶级不许告忧，但是走向社会主义了，对不对？哦，对付这些一般人民极其忠实顺良，敢是一视同仁圣恩，绝无危险之余。哎，他在我们学三年一小碗，五年一大碗，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不要惯例嘛，你欺负台湾人嘛，所以同人嘛换，但是不能惯例啊，是吧？一般人民极其忠实顺良呢，你日本总督眼中看台湾人像呢，你不要紧你来，为什么台湾人讲提准讲好啊？哦。来，那个午后一时，林承禄、黄承聪、黄朝廷来出台湾杂志，一直办杂志被来闹，日本都吸引。下一张，哎，这贵气，1920年的台湾人，给你介绍贵的人哈，这叫做杜聪明，多聪明啊！一阵台湾医学院的嘞，哦，医学院的院长来讲，杜聪明呢、啊，而且都黄朝廷跟林太太。先不讲其他，先不讲他做了什么坏事，但是他们穿的衣服真的很骚包啊，法国的那定制服嘞。男生的西装、欸、你们在座真的还没有人穿这种衣服啊？这个，你看那个 scarf 这个链子开的口，那不是当时的流行服是什么、啊、你看男生穿的每个都又 N 岛，他们是留欧的呢，欧美。来下一张，来同学录我都帮你翻出来给你们看，颜水龙，你看美术 Florence 颜春安吴希元，你看啊，可以吗？这件我的情节了哈， U of Columbia 哥伦比亚大学念神学，郭生、黄朝勤，你看美国 U of Illinois， 他后来做什么？南京政府外交部，不要去讲，叫叛国呀、啊！你日本人走去南京政府外交部做啥？去上班啊！所以人家问伊，美国人问讲啊，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都去定了呀，对不对？就是余孽嘛，清朝的余孽嘛，哦，你看伊的心态，还有伊讲是中国人的思想嘛，林献堂嘛，哦。要看哈，这种贵给同学我给大家。来下一张，哦，大日本帝国历代总督事迹哦，哎，再走再走，我们直接看照片好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直接看照片。哎，把照片拿出来好了。哦，这以前马街来台湾的时候，第一个皇后旅馆，1885年的时候哈、哦，来下一个，台湾臭虫很多，阿俊台湾人平均寿命35岁呢，今早有四个，台湾人。哦，阿杜班崔基啊，马杰，他是加拿大人，抱歉，在 Princeton 受训，来台湾。然后他来台湾的时候，哎，娶台湾北部作为查某，结婚，世世代代这边一代一代就来台湾了，就一直贡献在台湾。哦，来下一张。哦，那时候马杰你看，他来迄阵，提电话，啊，迄阵人食饭拢翘脚，你看，翘医疗顶管。下一张。哦，他开始办主日学，哎，基督教那时候来台湾，他做几件主要事情，就是开设医院，哦，跟医你的身体，还有一个给你教育，哦，主要这两个。下一个，
哦，马杰，来，过来，过行，啊，你看，刚才听到来台湾讲，起城、起庙、抽税、贪污，这是大清帝国做的代志嘛？起城，给你围起来，起庙，叫你去拜因的神，结果拢不是咱台湾人，啊、哦，我刚才讲语言、宗教、文化拢安尼来嘛，你叫伊去拜伊的神嘛，中国神嘛，拢中国来的嘛。哦，起城起庙抽税，给你抽税，贪污就是安尼，无给你做什么伟大建设，来过来，给灌你啦，给你抽钱啦，过来，哦，过来，较早是安尼，这较早淡水，啊，过来，哦，过来，你想在干嘛？这是什么？看得懂吗？槟榔西施啦，卖槟榔的，因为阿嬷在那卖槟榔啊，所以我讲台湾不应该叫一些美女，就辣妹在卖槟榔嘛。要换这个阿嬷，保证你槟榔大家不要吃了，很快就结束了。没人要再买了，怕也怕死。哎，下一个，下一个，西江重道牡丹社事件来台湾，下一个，这个叫他们台湾，咱个狗爪族有一个习惯叫出草，把人头赶下来。下一张，他们刚才讲不可以了，军官讲，那是说，北半山恭亲王来台湾的时候，从那个奥底直接进来台湾。下一张。那时候征服了高沙族之后，他们的勇士每个人手上拿一个竹竿，竹竿上面一颗一颗那什么，就是人头啦。这上面挂的这一颗一颗都是人头啦。下一张，哦，这是他们的那个嘉年华会啦，高沙族在庆祝啊，那边有小朋友，还有日本的军官也在旁边。你看那个妇女手上拿的是什么？那不是篮子哦，那就是人头啦。嘿嘿，狼倒地海庆祝了，吓死了！小孩子也在这边，你看，来下一张。哦，那时候归顺的话，就教你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下一张。哦，你看高沙族美丽的女生哈、哦，哎，很漂亮，很清秀。下一张。哦，你看头目们，然后日本军官，然后脚上都一颗一颗的什么？那时候咱。北部族的这种台差不多三四千颗哦，啊，日本差不多几百颗这样哦，哎，他们有这个出草的习惯啊，哎，我跟你讲，讲到出草，其实蛮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一样就是砍头。最近中东不是发生这件事吗？斩首嘛，美国讲的斩首行动也一样嘛，咱台籍本地狗也被斩首，你知道吗？我们战败之后怎么样？五马分尸嘛，对不对？日本一块，咱台湾澎湖一块嘛，北方四岛一块嘛。啊、天皇被悬置嘛，他不真的砍头，但是你让你没有实行能力的权利，就是把头分开嘛，那就斩首啊，一样意思啊，了解吗？来下一张，我不要讲太深，所以他们洗澡的时候很害怕，都要找卫兵看的，要不然头就没有了。下一张，这个有一个故事，那时候高沙族反抗日本人，就是在他们学校在开圆游会的时候，冲进去把人都杀光，啊，结果刚好有这些小朋友，一个日本老师赶紧唱 A 的粪坑里面。啊，等到事情结束，他们就出来，就是生还者。啊，其他照片太残忍，我就不给你们看，就看这个。啊，下一张。啊，就开始接受教育，人接受教育之后，才会有知识文化，才会有好的判断力。来，下一张。啊，再走。哦、啊，第八联队空军进来了。啊，下一张。哦、啊，那时候小朋友开始就画画喽，贵几博，清朝一直不得搞这个哦，大清帝国不得搞这个。来，下一个。哦 ，B 八年开始盖房舍、军营。接下来下一张，哦，再走。哦，这里是哪里？台北医学院哈、哦，台大医学啊，不，那对，哦，医学院哈、哦，下一张，下一张，你看，啊，第三沟路的啦。你看那时候女生多漂亮，穿衣服都有日本时代像那样。哦，第三沟路的，那每个都很漂亮啊。穿衣服都很有特殊啊！再下一张，一群的台湾人哦，一群人，这是什么？铁道旅馆哦，铁道旅馆，一群的是这个水准。我先跟你讲帝国是什么，来下一张，我那个不给你看到，哎，车子然后进铁道，下一张，有些清楚，有些不清楚啊，这边写嘛，台北第一女高上裁缝课的样子，哦，来下一张，哦，然后来打赢到菲律宾。马尼拉的时候，我们日军打进去的时候，然后学生上街来庆祝哦。来下一张，哦，圆游会带小朋友跳舞。来下一张，啊，这都一样。哪里？台北公会堂了，
现在有人叫改改名叫做中山堂，其实不是中山那个好名，其实日本人那时候台北市市民每个人捐一块钱盖起来，叫台北公会堂。来下一张，哦，公卫局下一张，哎，就台大医院，哦，台大医学院那附近，哦，来下一张，来军乐队下一张，你看以前台北公会堂的来播，那有冷气的哈，那时候就已经有冷气了哈，哦，来下一张。那个餐厅的地方，你看，啊，下一张，你看他的厨房怎么去 arrange？ 我们在讲一九二一几年、二几年的台中山堂哈，对，台北公会堂哈，你看打撞球的时候在哈，啊，日本起来想呢，来下一张，三山路有没有唱过那条歌？月色照在。给写就在三山路，有吧？三山路也供日本时代成立一个都市规划之后，它有所谓的快车道、慢车道分道。快车道旁边就有一个直树啊，再来慢车道三线路。三山路啊，来下一张，你看这些，你有看哦？不是刚才甘丹棒球呢？华山小学对抗南门小学，那阵台北市到处每个小学都有棒球队啦。小朋友都有制服穿，都有戴帽子，有每个人都有球手套，有棒球，有棒球棍，有教练，有队旗，有财都有啦。一群台湾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啦，啊。上面跟红叶喜，但台湾棒球开始胡说八道，上面拿棍子去打石头，那好像扣人，那是难民文化在安内啦。本来是台湾是安内啦，一九一几年、二几年都已经打到每个国小都有棒球队了，国小、初中、高中要打到日本。对不对 ？Canon 对不对？加农到日本，你没有从小学训练起，可以打到那边去哦。叫变来了，那时候台湾的水准素质很高的嘞。这是一阵的时代，我跟你讲，光棒球队的照片我就假霸丢了。全部每一个城市都有，不是只有什么台北一个，不一个外国什么偏远地区，嘿，各别都该改有诶无诶。台湾全岛拢是台湾人诶啊，都台日本帝帝国每个地方，他们都好好建设。待会我每个城市都走过，下一张。台北市公车啊，迄阵坐公车啊，啊，大家拢规矩排队啊。你日本时代是安尼啊。下一张，台北车站前身的前身。下一张，啊，台北神社。下一张，阳明山超山文庄。下一张，建中的学生，大日本帝国建中的学生啊。哦，来，哦，霸气哦，帝国的，不像现在建中都讲的派竹包派啊。下一张，你想。哪里？欧洲？上次有人讲，我说不是啊，馆前路走到下面啊，博物馆啊，没有人对殖民地会盖博物馆，这只有大日本帝国的地方，他才会盖博物馆嘛。啊，不，出来的意思，下两天国殖民地盖一个博物馆，没错嘛，开下这一盖博物馆。下一张，衡阳路要附近。下一张，龙町。啊，这部总督府去不去？来下一张，卡扎董阿林，不是最近的照片啊。贵体的照片了，一九二几年的照片，过来，啊，回家，对呀，芝山岩呢，电车啊，来下一张，一直 Life 时代杂志上面的台北车站附近的照片，好像欧洲，你看那边的人穿的衣服，下一张，明治桥，哎，给我贴掉啊，可恶啊，哦，哎，来再走，现在被拿去当监察院了。下一张，台湾博览会，我看到史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一九三几三五年的时候。下一张，昭和，你看，一准的台北市的博览会，对世界开放的嘞。来下一张，你看博览会现场，一准的相片，一准多先进啊！来下一张，新公园从上面照下来。下一张。台北车站第二阶段的哦，现在这个的前身是谁做的？下一张，哦，啊，这是迪化街又给你下一张。你看，他在台，那里大学生哦，物理系好像是理工科的学生。来下一张，啊，故作潇洒在咖啡店喝咖啡、抽烟就很帅了啊，哦，穿个外套。来下一张，这下在公会堂来对颁奖国标舞比赛了。那阵台湾人是 enjoy life 的，你慢慢看哦 ，enjoy life 哦，你要准备影片了哈，待会要播了哈，谢谢。你看他那时候人的穿的衣服，哎，你在讲你阿公阿嬷那阵穿啥型啊？那嘞，
啊，咱即摆啥？越来越倒退了吗？说不要紧张，不要去加入啊！被难民训练出来就变成这样子。那下一张，打什么球要穿什么衣服啊、哦？没有穿内衣在打球的。下一张，你看那时候胆赏在台北有一个胆赏，他在叫人家行医。下一张，那现在再走。哦，那种已经有幼稚园了，这是都要幼稚园，竹东哦，那是全台吉布良时代全台湾那种幼稚园哦，这是幼稚园的照片呢。游击宴呢？来下一张，哦，新竹火车站出来一尊，哎，再走，台中公园走，一尊台中的那里军人裸杠料开 party 的，哦，下一张，绿川，台中的绿川，下一张，哇，水的，台中的，你看，卡在大清帝国闹蝶做都市规划，这个你们会懂的，这个就知道什么叫做 city planning， 从上空看就知道。什么样结构的城市规划、哦、有自来水系统什么都有，来下一张，可以在这个帝国了，再走、哦、来台中公会堂啊，你跟天皇陛下来视察的时候，各国的文武百官都对好表，来下一张、哦、台中市大正町这样，来台中市一所走，台中市香蕉出口，哎，看那时候没经济的人跟我来欧北乱清咖啡能清清脱的，不然呢穿衣服都有个样子呢，也蛮时髦的，卖书记嘛嘞，拜托嘞，台中的卖金酒的进出口嘞，来下一张，怕那个带嘞，三线路来过来，台中市的那个，你看黑准来再走，台中州神社，那个是呢，那是台湾妮娜嘞，1920年、30年嘞，一件是安尼啦，你想讲是日本人，本来就是日本人啊，下一张，来各位啊，神社陶景，你看，过来，哎呀，多可爱，黑准的台湾妮娜，哦。来，还要再走，我们很快，我们要放影片了。哦，来再走。哦，官邸，台中知识官邸。哦，绿川，来各位讲，哦各位讲，哎，这个丰原家政女校的学生哈、哦，在学裁缝。来下一张。哦，各位给你看，哇碎嘞，弄给我拆掉啊，够不用来都给你拆掉。来走。哦，那个迦南大军起工当天的照片，下一张。阿里山神木走，嘉农啊，来这种，哦，啊，这是嘉义市一所，来各位，哦，市荣丁，来再走，嘉义市荣丁，来行，不行，哦，不行，不行，来过来，哦，那彰化水源地，一尊那个自来水的对家来哈、哦，我们要放影片了，来再走，走快点，再走，台南，哦，在台南过来，台南女中哎。毕业的照片、哦、多有气质啊，穿衣服都这样。好，我们放影片。来，电灯关一下。我要看影片啊。これはこうした情勢を打ち破るために、北に強固なる国防の一線を隠し、さらに南に産業と経済の生活線を開い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こうした熱と光に恵まれた台湾。それは我が日本の富の泉であります。日本領土の中でただ一つの熱帯及び亜熱帯地である台湾が我が領有に帰したのは明治28年4月17日下関条約が締結されてからであります。我が領土となってから同年6月14日蒲山海軍大将は第一代の総督として赴任し台北城に入り、同17日時の近衛師団長にておわした北白川宮義久親王殿下のご退任を仰ぎ、ここに総督政治の施政式を挙げ、以来41戦争今日の絢爛たる文化台湾を生んだのであります。海冷前の台湾は新国政府台湾被清朝政府当作化外荒地贵己闲人，台湾的居民当作化外之民，那这番起改立之后变成民了，帝国成民，最终教育各方面建设来走。你看多少消防车，多少配备的进来，整个国土的规划在做，治水灌溉、理番教育普及、地方制度或者军事方面都有。一直呢，总督府好紧，一直提案呢哈。赤日の面目を一新するに至ったのであります。格のごとく短日月において功成績を上げた者は、
王室一视同仁的恩泽。在台北市，接下去台北市夜景。そして台湾で最も繁華な文化の都、政治の都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は元領内、満家、大道亭、在台北市。明治44年、明治44年、1911年的时候有一个大台风，所以趁这机会啊，过去清大清帝国辟了一关号楚龙啊，下掉重新都市计划，中国式建筑拆掉，淡水川岸壁の築造を完成し、只留下这些城墙。その後にリングガーデン、すなわち幹線道路を設け、理想的都市計画を実施し、全く市街の面目を一新したのであります。台北市の中心部である岩井の中央路灯があります。路灯就是一个现代化都市的一个指标，你要铺设电线哦，还要装灯哦。路灯就是待会你可以看裸丁这个女的。庄严就业。台北医院。台电啊，老早就设立。房子盖得真漂亮。好，那时候台北北部的部分啊，总督府以北。这有起码中华路要一点。要轨迹。近代的文化建築に移りつつありますが、特に台北市の文化様式には著しい変化が現れております。しかも一般に台湾の文化様式の都市は主要街路が放射状に、主要街道以放射線棋盤状擴張され、淡々たる大通りは人道と車道と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その人道は我が国においては他に例を見ない独特なものであります。幅二軒の軒下には停止客というものが設けられておりであります。说车站前面有车哈，除了这个还有计程车哦 ，taxi， 还有私营公车、计程车、人力车都有。人力車は大変賃金が安いので盛んに利用されております。また台湾には騒音を立てて走る不愉快な電車はありませんので、自然に静かな快適な街となっております。这就是明治桥哈，哦，不要到宜川，上去就到圆山饭店那边。基本上用拆掉啊，马英九那个市长把它拆掉了啊，破坏古迹。台湾神社は台北の北端にそびえている。台北公会堂啊，一整个 key 下去了。博物馆，你看看前面走的人穿着，都是哪个？台北放送局每天两个音。日语跟台语两个语言连通啊，植物园啊，可以收听电台哈，那时候有电影啊，电台每天可以放送流行歌曲。商品陈列馆，建功神社，
哦，啊，基本上有这个对道组，大丢丢啊，那边就是以前偏向他在大清统治的时候那些建筑还保留的，哦，大概可以做一个对照组，阿北盖的，好像进到另外一个国家一样，那款庙都开起来啊。城内差距甚大，好像异国风味。你看这个选择中国的。你看白卡的都照出来了，那时候真的有白卡的，我阿嬷白卡的，嗯，中国人一头的啦。跟那个脸就是，他日本的建设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淡水河啊，淡水河，淡水河。これが台北市中を流れている淡水河。遥か彼方に見えまするのが七星山。七星山であります。北東温泉。北投温泉。金马购物哈，你们还可以那一部分，虽然拆了很多，保留一些。我靠，景区有一个公园啊，再去里面泡汤。以后我有更多照片再给你们。高尔夫球啊，那时候打个人拍 golf 哈。你曾经一直拍 golf 啊？1920几年、1930几年打完拍 golf。你那唔知就干物件啊？新竹，大概每个城市都会去哦。日本人建设是全部的哦，全面性的。その開発は遠く約300年の昔から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竹はかつては北部台湾における文教の中心地でありました。新竹州の主とせる農産物は米、茶、本館等が主な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て、日本の一はもちろんのこと、英国、好，光看这个你就知道那时候怎么制造，制造业是在做什么。内地および海外市場を相手と、茶叶基本当然要人工了哈，但是你看过来也那种。努力しております。この日東紅茶の工業は。全部机械化，那今麦广播线，一直你也洗干净了，对吧？生产线，大家穿的这么干干净净，你问起来就先来做代志。你看，装罐、贴包装，帝国啦，帝国做事情是这样的。台中车站，你过去都唔爱看过这个，用影片给你看。中部台湾的首都台中市。啊，绿川，你看台中的灯多少？好漂亮，你看。台中成为日本领土之后，新兴城，你看路灯。要用多少电？伊川柳川清流。柳を拝した台中市は静かに美しく。台湾的京都。台湾の京都。幽静而美丽哈。彰化银行那时候。台中州厅。医书啦，那以后咱的制度就是不同州，那个区啊，台中公园一种的一些资源。10万キロの電気を発電し、台湾各地に送電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電力会社は24万キロの電力を準備することとなりました。工業台湾の原動力、躍進台湾の電力配送的方式、文化の全岛都有电了。那时候高压电线的
配送方式。你别讲一九二几年，高压台南。台南市は後期2200年代、今より300年前、台湾がまだ人煙気圧で諸物混沌として整わない時代から、すでに地図の勘を備えていたもので、オランダ人の渡来、帝政公の領代、明朝の地下、各時代を通じて本島政治の中心となっておりました。很有名的百货公司哈，林百货，对啊，占了，这灯。現在は本島第二の都市と言われている台南市は、台山鉄道を施設し、なおまた伐採を終わったところには、木材業那时候也是哈，他们不光是砍伐，也有种植啊，植林。極めて大規模な経営を行っております。伐採した木材は我が国唯一の特殊な運材車で、先天右極のスパイラルと数回のスイッチバックによって下り、鍵に輸送されるのであります。嘉義是最大集散地，嘉義。鍵は、你看连嘉義都是规划的嘛，嘉義。棒球为人所知的嘉義。台南州下にあり、台南州管辖范围。都市であり。また新高阿里山登山口新高山阿里山的登山口阿里山から出る木材の集散地であることが鍵市を鍵で日本帝国台湾上算作上大的咧木材的集散地台湾総督府営林所経営の貯木場に最新式の製材機を装置しその規模の多いなることはいかなる巨材をも自由にし本邦製材工場中まれに見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東洋一の製材所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手に砂糖は台湾の特産糖業也是日本人第一次開始建設へ建立起来や。まだ幼稚なものであったのですが、総督時代に総督府の手で奨励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次第に発展し、下面都是铁路直接要运送。有关于钢铁的规划设计、工厂的盖的方法。しかしこの間、政党主義者の努力は真に涙ぐ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す。世界における台湾陶業の地位はキューバ、インド、ジャバの次で第4位に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て我が国陶業の中心すなわち主産地は言うまでもなくこの台湾でありますから、台湾は大いに花が高いわけであります。国の文化の程度は砂糖の消費率すなわち一人当たりどのくらい砂糖を舐め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わかると言われておりますでありますから、文明人の皆様方はどしどし砂糖を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であります。比率であります。次は北米合衆国人、那时候就是用机械化的在整地哦，在种植的，全部机械化了。世界大戦前までは一人当たり5キロに過ぎなかったのが、今日では文化の程度も進み、砂糖を原料とする青果、練乳、缶詰その他の工業が発達し、消費高も戦前の2倍以上に増加して、一人当たり13キロ。日本の砂糖消費高は。ここ10年間に平均70万ピクルずつ増加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が、その上気候が熱帯であるがために衣類も多くいらず、粗食をしてもっぱら金券貯蓄一方でありますから、内地の百姓に比べると台湾の農夫は羨ましいほど有利な立場にあるわけであります。工場に送られてまいりました。ガンチャポ上で做燃料、メカニズムが主に乗せられ、製糖の第一関門で汁を絞り取られ、絞りかすすなわちバカスはそのままボイラーの釜に入って燃料となるのであります。糖蜜からアルコールが作られます。燃料国策から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も近似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が、分けても無水アルコールの製造は製糖会社が犠牲を払って国家の燃料国策に順応せん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工業試験所では官所から摂取するアルコールの純粋度の多いものを作るごとに
かようにして苦心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ます。我が国の燃料自給自足の国策に台湾の製糖会社は一大貢献をなさんと準備中であります。穿着好像现代人，基本上也差不多是，看做实验所的衣服一样要穿实验衣服的衣服，做实验的衫。战南大军乌山头，昭和五年四月に竣工されました。1930年竣工。三五潭の庄あるこの貯水池は周囲58里、村山貯水池の4倍あると言います。東洋第一の水利事業で台南州が15万公布に給水しております。水路の延長は幹線26里、支線280里。この大衆が竣工して以来、米干渉等の増収が年額240万円に達しております。台湾の農業基礎都是江南大军打起来的基礎、給水事業の特徴であります。三年做轮做的原因，来今麦来去割阿高保养。哎，你看那时候运货的方法，到船上都是这样的。最南端にある台湾南部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要項を持つ新興都市で、高雄州の首都であります。海岸線の屈曲極めて少ない本島にあって、北にキールの、南に高雄の二大港湾があります。その一つの南方の高雄港は、台湾南部の物産、砂糖、米、バナナ、パイナップル、セメント等の輸送に重要要項であり、また遠洋漁業の本拠地で、同時に帝国南進国策の削減地であります。高雄は近畿工業都市としてもますます躍進しております。今後の高雄の躍進は決して待つべきものがあるでありましょう。我去看你今晚来去日本出国去日本看看看就赶快了，因为好像根本日本的一个这些台湾的，我不是拍日本，这是台湾1920几年三几年的时候，内地からキールの家は海路神戸を出版して三昼夜、文字を出て二昼夜で着きます。船は1万トン級の優秀船6隻が配せられていて、内大定期航路は内地と台湾との航路とも思われない豪華版であります。台湾は南方開発の国策指名追考機関として新たに創立せられた台湾拓殖会社をして、移民招致その他未開地の開拓、綿花の栽培、拓殖金融事業等主従画策されております。台湾にはまだまだ開拓の余地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が、台湾拓殖の使命は一人、台湾島内のみならず南市南洋における法人事業の助成をなし、法人発展の中枢機関としての使命を持っております。内大無線電話、那时候直接有无线电话，東京、大阪、福岡固定的航飞机的班次。台湾の間をわずか1日の連絡に短縮されております。内地と台湾は常に接し、内地与台湾经常接触、産業と経済、南進国策のため、我々は挙国一致で追考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台北飞行場啊，香港においては大学専門学校を卒業した者さえも、有专科学校毕业生，有当医教老师的，也有当警察的。教員になっている者もおります。心なき者が万人と呼ぶと、彼らの中には色をなして、我らも日本人だ、万人と呼ぶのをやめてくださいと訂正を申し込む自覚ぶりであります。
さて我らはさらに目を南に向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好，我们影片放到这边。来，时间到了，我们下课啊。各位同学，我们餐厅用餐哈。啊，没有拍到个人识别证的哈，记得哈，吃完饭麻烦去一楼办公室那边拍哈。6:30，好，晚上6:30吃完饭之后过去那边拍。啊，今天中午有拍的，记得来找我领哈。中午有拍的，中午有拍个人识别证的，麻烦来找我领哈，谢谢。